纯真的心灵，跳动着同样的节奏，现在走着同样的道路，未来还是个未知数，我们充满信心的胸怀，去面对我们的未来，所有的困难我们一起来担当，我们的快乐一起来分享，我们的生活一起来成长，未来一起来奔放，所有的困难我们一起来担当，我们的快乐一起来分享，我们的生活一起来成长，未来一起来奔放。啊，哦，还没有。宝宝，你怎么了？都是我，我该死。你到底怎么回事嘛？老朱啊！又是他。他这回又在变什么把戏了？哎，你这人怎么一点爱心都没有？人家女儿跑了，日子都过不下去了，你还在那吃味儿。我是一个拖拉苦，他是一个娃娃车，我会跟他吃味儿。好好好，拖拉苦，谢谢你告诉我怎么样去救一辆被撞烂的娃娃车。问题是我又没有撞他，那我干嘛要管呢、啊？那我告诉你，撞烂他的是我，可以了吧？啊，你老朱是因为我才玩股票的，要不是他玩股票，猪猪也不会离开他，现在他日子都过不下去。不过，哎呦，好了啦，好了啦，娃娃，那你要我怎么办嘛？钱你有多少？你要多少钱啊？不多，1000块，有了。不，最少10000，最好10万。啊！你疯了！我有那么多钱的话，我自己不会去买房子住啊。那你到底有多少嘛？你到底要钱干什么？替老朱还债啊！替那个胖子还债啊！嗨，我就算有1000万哦，我也一毛不拔。好，好，陈君晓，你给我听清楚，从下月开始，房租涨你3倍，要不然你就走路。啊！这个人呐、啊，走到生命里最低最贱的时候，也就是他的希望要来的时候。中国一定强，中国一定强。你看那民族英雄写团长，中国一定强，中国一定强。你看那800壮士奋勇奋，苦守东战场。中国一定强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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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一定强，一定强，一定强。干什么？哎呦，阿雄，快快快，来，跟朱伯伯讲，发生什么事了？啊？跟他讲啊，讲实话。嗯。我要妈妈给我吃的，结果哥哥打我。哎，这就是你不对了，小孩子不吃肉，他怎么会长大嘞？嗯，无迄个命。嗯。是什么意思啊？什么意思哦？本来是有了，可是阿雄要吃肉的钱被你赔光了。嗯，我又不是他爸爸，你干什么这么说啊？哎，我钱借给你不说，我还把我那个户头给你用，你现在赔钱赔在
我的户头上，我不找你拿钱，我找谁啊？拿。照你的手相看，你不是这么势利的人啊。不要在我小孩的面前破坏我美好的形象，钱拿来。胡太太啊，不，珊珊，不要这么残忍吧，好不好？没有办法了，我从被你借钱开始哦，就一直衰了。我如果今天不把钱拿回来哦，我真是修也没修算了。胡太太，这个投机的事情啊，做不得的嘛。哎呦，你管我那么多干什么？好，我现在马上出去赚钱，明天呢，我就买一条猪回来，我让阿雄吃个够。真的？啊，当然是假的。哎，胡太太，你不要把烦恼也传染给阿雄好不好？哎，可怜呐，上帝保佑你呀。懂了，我不要阿雄的猪，不要我的钱。哎，胡太太，不要逼人太甚哦。我要是有钱，我不是早就给你了。哼，阿雄的心情啊，我了解。他吃不到肉啊，就像我看不到煮猪一样。假装一定没吃到肉吗？我现在不要你假装了，我要让你真的吃不到肉了，走！哎哎哎！哼，竟然用涨房租来威胁我！你们说说看嘛，看我会不会生气嘛？哎，算了，反正你们也不会关心我的了。哎，金小啊，管早了没有？我跟你讲，你老总脸你发青了耶！让他的脸发黑了算了。怎么了？哦，是不是又吃了娃娃的排头啊？我才不会啊，跟女人生气呢。哎，我也是女人呢，我还是你的顶头上司哎。哦，对不起对不起，我老是忘了你是女人。哎，什么意思嘛？你这个死人！告诉你，有的时候啊，你应该学学我老哥，学他那种死缠烂打、百折不挠的精神才对吗？哈哈，学你那个老哥啊，他跟我才没得比呗。为什么他跟你没得比啊？这本来就是事实啊。哎，你可别忘记，他是我的亲哥哥哎，你怎么这样讲他？我啊，我还正想请你去转告他这句话呢。嗨，你信不信我开除你啊？哎。小猪啊，你是在威胁我啊？除非你当面向他道歉。道歉？那我看你还是开除我算了。你以为我不敢啊？随你啊。反正啊，现在我看到你们姓朱的，我就没情绪了。啊，陈俊夏，好啊，你跟我玩阴的，跟我比毒是不是？我告诉你，我这个经理啊，想要开除你这个小主任呢、啊。就好像捏死一只蚂蚁那么简单，你不要给脸不要脸啊！你捏啊，你捏啊！我跟你讲啊，你如果再跟我吼一句的话，我把你从窗口丢下去！你知不知道这边是几楼啊？15楼啊！15楼，你知道就好了啦。挺凶的耶，可是我怎么一点都不生气呢？哦，大概像我们这种女强人啊，旁边围的男人永远都是阿谀奉承的，所以我们都不在乎。哎呀，像他这么有个性的还真少呢。哼，死陈俊晓早就应该对我使用暴力了嘛，我喜欢。哎呦，是怎么回事啊？啊，干嘛？哎呀，我出去找工作，走了一天，哎呀，酸死了，都抽筋了。你怎么不坐车呢？走什么路呢？我连10块钱一碗的卤肉饭都舍不得吃了，我还坐车了我。你怎么会搞成这个样子啊？哎，人倒霉啊，喝凉水都塞牙缝。人家都会赚钱，为什么我偏偏赔钱呢？哎，甭提了。我还不是赔了一屁股。嗯，对对对。
我这有点钱，你先拿着挡着用吧，挡着挡着。你拿回去吧。我呀无所谓，要不然啊，你跟我一样搞成这样的话，你连你的工作都会泡汤的。我呀没关系，猪猪呢跟他妈走了，我的钱也没了，我是无所谓了。哎，不过倒是你呀，再穷再苦啊，你起码是个经理啊，那面子要撑着，对不对？老哥，嗯，你怎么全变了？我变得很没出息了啊。哎，什么办法呢？女儿走了，钱呢也赔光了，现在啊，就只剩下你这个老妹了。老哥，别那么丧气嘛，这些钱你真的先留下来用吧。我虽然是个经理呢，就算一毛钱都没有，我至少还有个架子把我架在那儿，还挺好看的，唬唬别人可以了。哦，那再给我一点吧。啊！是够倒霉的。是啊，我刚从他那儿过来嘛。哎呀，他整个人看起来都垮掉了。他又怎么了？哎呀，最近可惨了嘛，所以我就在这里，希望你能够照顾照顾他嘛。我会的，我会的。哎，说起老朱也是因为我，如果不是我，他不会弄到今天这个地步。你干嘛怪你自己呢？其实，哎呀，他以前根本就不是一个这样子的人嘛。你说他婚前啊？是啊，他以前一直是一个非常热爱工作而且又爱家的男人。那他太太还有什么不满意的呢？我嫂嫂没有不满意他，只是我嫂嫂工作的成就啊高过于他很多，所以相对的我老哥心里就很大的压力嘛。怪不得老朱从来不提以前。哎，自从他离婚之后啊，整个人都全变了，变得自暴自弃，老是靠我嫂嫂给猪猪的生活费啊，就混到现在耶，也不出去找工作做。哎呦，真是拿他没有办法。小猪，你觉不觉得现在男人比我们女人还脆弱呀？是啊，所以啊我才来找你帮个忙嘛。这个分寸蛮难把握的，把握的不好可能有反效果。哎，是不是反效果啊就全看你的啦。这什么意思啊？哎，如果你当了我嫂嫂的话，那还会有反效果吗？进来。怎么还在翻脸啊？报告经理，该做的我都做完了，至于还没有做完的呢，下午领薪水的时候再做。哎，俊孝不要走嘛。好嘛好嘛，那我跟你道歉可以了吧？我不来这一套。在你走出这个门之前，你最好想清楚，你这样子是不是太便宜娃娃了？那关你什么事儿？反正我要搬走了。你这么一走了之，那你后面的机会还讲什么呢？你的机会就是我啊。你们都是一国的了，少来的了。哎，不，我才是跟你一国的。人无人
想要些什么东西，尽管开口的说，马上叫人给你送来。我要点实际的东西。什么？说吧。钱。<笑>没问题，你老弟现在什么都没有，就是有钱。<笑>来，说吧，写什么抬头？朱志强。 什么？老朱啊！我又不是开救济院的。你没看老朱有多惨啊？哎哎哎，那是他家的事啊。你太自私了吧！哎，姐，你这么说就不对了。我从小到大，这一生是第一次拿了薪水回来孝敬你，你不但不接受、不夸奖我几句，你还让我去奉献给那个不相干的人，你未免太看不起我了吧？你，哼！ 不凡，你不要那么自卑好不好？我是自卑啊，可是这一切都是你造成的。我好不容易熬出了头，你却把我当做一个暴发户的看待。姐，我对你可是一片好意耶。好意就拿点出来嘛。可是，没有可是。姐，来来来，不，来来来，不止，我有办法。啊？我跟哥哥当裁判。 你们一个当人，一个当鬼。要什么？那玩躲猫猫啊？谁输了谁就当谁的条件。嗯，哎，好办法啊！少无聊了你。哎，姐，你就满足我一下从小的自卑感。我从小到大都没有赢过你吗？我知道你想开溜。不，姐，你怎么把我想的那么卑鄙呢？哎，真累哦。好了，来吧，来吧，叮叮当，开始了啊！姐，开始了。 我当人，你当鬼。不行，我当人，你当鬼，你想趁激溜溜溜是不是？好了好了，随便了，你们通通都当人，我当鬼好不好？嗯，开始了啊，动作要快啊，开始了啊，一、二、三、四、五，叮叮当当，你们俩准备好了没有啊？ 好了，九九要开始喽，开始喽！哎呦，哎，怎么搞的？还没好啊？哎呀，可严重了，哎。哎，老哥啊，嗯，我昨晚啊想了一晚上，我发觉啊，大嫂就是我的前车之鉴。 我可不能学他一样，光做个女强人，其他什么都没有。哎，你是不是找了男朋友了？哎，什么时候带回家来给我看看，鉴定一下啊？<笑>其实那个人你也认识的啦。我认识啊？哎呀，我认识的人里面没有几个像人样的。哎，谁说的？有啊，陈俊孝嘛。啊？那个草包，哎呀。 你找他还不如打光棍打一辈子。哼，其实啊，我对他本来也没什么意思的了。但是最近我发现啊，哎，他挺有味道的耶。
他？嗯，你不相信啊？嗯，其实啊，你看他平常的外表啊是温文儒雅，其实，在他外表下面呢，哎呀，他有一颗火爆浪子的心呐。火爆浪子，你不怕他 K 你？我只是觉得生活应该刺激一点，我喜欢呢。哦，你有被虐待狂啊？话不是这么讲啊，现在这年头的男人啊，都越来越中性了，像他这么有个性的还不多呢。哼，不行不行，我不能让我自己的对头啊，跟自己的妹妹在一起啊。哎，你这头脑怎么转不过来？怎么那么笨呢？如果我跟俊孝在一起的话，相对的，你跟娃娃的机会不是就更多了吗？哎，对呀。怎么一点肉都没有啊？有的吃就好了，你还挑？老鼠伯伯怎么办？管他那个谁啊！那老鼠伯伯会不会饿死啊？他那么胖，饿不死啊？老猪！哎呦！我再帮你泡一碗去。不用不用不用，没关系没关系。哎，娃娃娃娃娃，就是最后一碗。那到我家去吃好了。娃娃，你不用这样对我的。哎，你太好了。没什么呀，只是多一碗筷而已。你在干什么？我啊。我来取缔了。哎，那你也不需要这么用力啊。哼，你没饭吃，你不会去赚钱啦。哎，我去了，我去应征推销员，他们说我长得太像老板，没有亲和力。后来我去应征苦力，他们又嫌我太虚不够力。后来我去应征大楼管理员，他们说我长得不够威严，也不要我。哈哈，你可卖来这套哎！你根本就没有去找工作。吴太太，卖安内了。安诺，老朱现在情况不太好，你不要再伤他了嘛。哦，他不好我就好啊，我还有一个儿子要养，他有吗？你不要再这样对他说话了嘛。哎呦，我对他已经很好了。他欠我的钱，还住我的房子，我还给他送菜来给他吃。哦，他在这里苦中作乐。吴太太，好了好了，好，都不要说了，你们呢都不要再理我这个秃头笨蛋，好不好？老朱，老朱，吞吞闭嘴啦。哈，什么起不了的啦？哎，吴太太，吴太太，卖安妮。刚才怎么回事啊？哎，怎么了？哦，贫贱夫妻百事哀嘛。啊，有没有什么我们可以帮得上忙的地方啊？啊，你们来得正好啊，你们我真多事。哦，对了，娃娃，俊孝说，你不让他再住你们家了，所以从明天开始他就搬到我们家去住了。啊，真的真的，很好，谢谢你为我省了这个麻烦，谢谢啊。哼，真现实，连客气一下都没有。那娃娃，谢啦。君孝啊，你该回去整理神行李了吧？嗯，走了，拜拜，拜拜，小心走啊，好好整理哦，再见。
烫衣服啊？太夸张了吧？什么意思啊？我的意思是说，我从来没看过你烫衣服啊。你不要告诉我说，你受了刺激嘞。你才受了刺激呢。男生的衣服裤子是我的吗？哎，娃娃在替我烫衣服哎。呜呼，嘿嘿，心血来潮，特别表演几个手艺给你瞧瞧，怎么样？无赖吧？鸡汤。咦，你的鼻子跟吉利一样的灵啊，抽进来闻闻看。嗯，那馋死你。嗯，他为我炖鸡汤。嗯，大开眼界吧。够资格做贤妻良母了吧？贤妻良母，贤妻，他的意思不是很明显了吗？嗯、啊，哎，娃娃，我真的不知道该说什么好。我说我太意外了，我心里一点准备都没有。早知道你是这个意思的话，我就应该主动一点啊。可是，我真的，我实在太惭愧，太谢谢你。惭愧？哼，没那么严重了。人与人之间嘛，大家互相关怀，那是很自然的嘛。娃娃，嗯，娃娃，有你这句话就够了。我发誓啊，我一定要好好的对你。不，我发誓，我要好好的对你跟叮叮当当全心全意的照顾你们。啊，好，谢谢啊。娃娃，嗯，你告诉我，我能为你做什么？不用做什么了，我一个人可以张罗了，谢谢啊。你一个人张罗？嗯，开玩笑，那亏得我是个男人呢，这算什么嘛？只要你有这个心就可以了，不麻烦，一人就可以了。不，娃娃，你真的不能让我闲着。你告诉我，不要跟我争，我很坚持。那就帮我端鸡汤好了。端鸡汤啊？就端鸡汤啊？哎，是啊。哦。娃娃。嗯。然后呢？走啊。走。娃娃，走，走去哪里啊？去老朱家呀。去老朱家？去老朱家干什么？哎，烫了我的衣服，拿到老朱家去啊？是啊，你走不走啊？哎，慢了，娃娃，我看看。干嘛？娃娃。啊？这是老朱的裤子吗？是啊。我看他衣服脏得像煤矿里捡回来，我就帮他洗洗，顺便帮他烫一烫啊。啊？那怎么可能？那这个鸡汤呢？也是炖给老朱吃的。是我给他补补身体啊，看他熬的都不成人形了，虽然胖都是浮肿的，所以拿去给他补补身体啊，他好可怜哦。原来如此啊，哼，我真的是笨得可以了，我老是拿热脸去贴别人的冷屁股。这叫走不怎么快呀、啊？算了啦，我看啊，你自己去好了啦。我那种人，我懒得理了啦。你怎么搞的？刚刚好热心些，突然间。刚才的话算我没说好了，算我自作多情嘛。娃娃，你也真的太滥情了吧？他明明是自作自受，你还跑去可怜他。你自己去了，他的事情啊，我不管了。来，不去就不去嘛，发那么大脾气干嘛？有毛病。从来没有为我做过这种事情，洗衣服、烫衣服，还炖鸡汤给人家吃。对了，你干脆把它带回来养嘛，比较方便一点啊。贤妻良母，这贤妻，这意思不是很明显的吗？哎，哈哈，我叫你多吃青菜，你偏偏往肉一直夹啊！还好我手脚快，我去逮一个塔罗啊。哎，你跟我作对是不是啊？啊，你是吃那么胖干什么？夹短裤是不是逮红胎呀？啊，你又夹？没有啦，我是要放回去呀、啊。哦，你要放回去啊？那表示你刚才都有夹这一盘肉。你老实说，你偷吃几块？没有啦。没有，可没啦，俺刚弄的呀。吃别的，吃别的，吃点青菜，营养好。来来来，阿娘喂，我不敢吃啊！必须丢高了，夹蹦扣扣跳。你看呐、啊，又嫁祸给我了啦。哼，你什么时候又夹一块肉了？
你看啦，又来了啦，又来了啦。又是我啊。啊，我被你们这些人哦气得都头昏脑胀，都不知道在干什么啦。气死我，被老叔气又被你气。要出嘛没有味道，丢掉嘛又可惜。衣服都拿去洗干净了，烫好折好了，还有我想你一定是有一顿没一顿的买了只土鸡炖了个鸡汤，哎，让你补一补。娃娃，我真值得你这样做吗？哎，什么叫邻居？邻居要来干嘛的？哎，有的邻居啊还逼着我要钱的。那是因为你拿人家当人头去炒股票，难怪他要那个，对不对？别再说这个了，我们呢谈一点感性的话题。我们俩真是啊，患难见真情。嗯，大概算是吧。不过总而言之，有我在，我就由不得你堕落颓废下去。我要帮你重建人生的信心。娃娃，真是这话是我一辈子听到最有情义的话。我答应你，我一定会振作起来。嗯，如果你们在背后支持我，我要你啊，当我的新希望，重生的希望啊。真的需要那么煽情吗？啊，宝宝，宝宝，哎呦，你也真够邋遢的，真的需要那么邋遢的表现心意吗？真老套。啊，来，老叔，喝点鸡汤，凉不好喝，我进去帮你装一碗。好，谢谢啊。不谢不谢。哎，宝宝，你太棒了！哎，这个鸡汤啊，煮的有卤肉味儿。太棒了！如果有哪一个人煮东西给我吃，我一定会爱他一辈子的。猪猪，猪猪啊，我炖了那个五花肉，卤的好香哎，给你吃。我知道你缺油水。五花肉，卤肉啊！哎呀，这个节骨眼你怎么蹦出来的？还拿卤肉来？哎，你怎么这样说话嘞？我这样宽宏大量，我是个有度量的人呢。你去哪里找？哎呀，你这个肚子大的也太不是时候了吧？啊！你说什么？肚子大？啊，不，胡太太，我是说啊，我今天吃素，你呢，把这个肉先端回去，好不好？啊！不，你是看不起我，还是嫌我卤的肉不好吃啊？不是，我刚不是讲过了，我吃素啊，对不对？我吃素，哎呀，真是不巧，好不好？你先端回去啊！哎呀，今天十七又不是初一十五吃素。哎呀，你不知道我这个人跟人家不一样的，我是吃初三跟十七的啊。哎，明天呢？明天十八我就百无禁忌了，好不好？好不好？哎，我来，明天再来，明天再来啊。哦，我没听了，我怎么起来吃菜？哎，明天来啊，谢谢啊，拜拜。老朱啊，哎，刚刚我听到什么声音？是不是胡太太来了？哎，是。他没事，哎，来转了一下，又回去了。来，你尝尝看。鸡汤凉了，我刚热了一下。好。嗯，怎么样？好不好吃啊？我现在味觉没有错。哎，这个鸡汤，哎，是有卤肉味儿啊。卤肉味儿？嗯，哪有嘛？是。哎呦，波涛行呐，盖子都忘了。吴太太，老王你也在这里啊？我送鸡汤来给老朱的。老朱，你今天不是吃素吗？是，这是素鸡嘛，素鸡。啊，素鸡呀，素你个头啊！哦，我好心没好报啊！啊，不啊，你欠我的股票钱我还没向你要，你住我的房子我也没向你要房租，我还好心好意卤了个五花肉给你吃，你居然这样对待我，你这个无情无义没有良心的东西！哎，胡太一定有误会了。没有什么误会了。我卤的五花肉太老是不是不好吃？哦，人家煮的素鸡就好吃是不是？好，那你吃，你慢慢的吃，慢慢的吃，撑死你！你马上搬，我以后再搬不了你了。哎哎，胡太太，等一下，马上搬，马上搬。
叔，妈妈到哪里去了？嗯，你问我问谁啊？妈妈一定是为了很重要的事情出去了。你怎么知道？不然妈妈也不会连饭都不跟我们一起吃啊。有道理，不过有什么事情比陪我们吃饭更重要的呢？进来！妈妈，好呀，猪伯伯！哇哦，妈妈是去找老猪伯伯。钱叔叔，吃饭的时候要不要多加点醋啊？闭嘴了！叮叮当当，乖乖啊！老猪伯伯呢？现在住到我们家来，你们要乖乖的，不要让老猪伯伯看了笑话哦。好。哎，我啊，还真的带他回来养啊。嗯，金香，以后请多多指教。你好，你好，你好，哇！你怎么真的把他带回来啊？有什么办法呢？胡太太吃了秤砣加炸药，一定要赶他走啊！那也不能让他来这边住啊！人家无家可归了嘛，让人家住一两个晚上有什么关系吗？怎么那么没爱心啊你？你哟。你就喜欢把所有的麻烦都往自己身上捞了。妈妈，我们肚子饿死了，能不能吃饭啊？好，吃饭，吃饭，吃饭，来来来，吃饭。好棒啊！老公，你赶紧吃饱了再吃点。哎，不用不用不用，不用管我。什么话嘛？只不过多一副碗筷而已，把这儿当自己的家，你再客气我就生气了。来来来来来，接下来帮我好好招待老朱，乖乖你们先吃，别等我啊。一起吃饭吧。好。谢谢啊，哪里哪里。来来来，我帮你装饭。不，我自己来，我自己来，我自己来。我再去搬一张。不用麻烦，我随便就可以，随便就可以，随便就可以。我的位置给你坐，你又不要坐，那你站着怎么吃呢？人在屋檐下，不得不低头。饭吃我就很满足了，我哪儿都成，不要那么讲究了。哎，俊晓，我叫你好好招待老朱，你怎么让他窝在那儿呢？哎，好心好意要让位置给他，他喜欢窝在那边，我有什么办法？娃娃，不用怪俊晓了，是我不愿意破坏你们一家和谐的气氛。没关系，我在这儿就行了，就可以了。老朱，这你就见外了吗？什么一家子呀？俊孝只不过是房客，我没有优待他，心里搬进来跟俊孝一样，我一视同仁的。你不要别扭，你别扭我就真的别扭了啊！来来来来，坐，来坐这里，坐这儿。来，我吃饱了，我吃不下了，你们慢慢吃哈。娃娃，你不应该这样说的，你看，你看。俊晓生气了吧？本来就是这样嘛，我又没说错。小气鬼！战争开始，好戏要登场喽！妈妈，姐妹，小叮当，小叮当，来，看完了电视，睡觉了，睡觉了，来。哎，叮叮当当，来，晚安吧。你睡哪里都可以，就是不可以睡我的地盘，我不喜欢跟你睡。吉利，乖儿子，不能够这样对客人的哦，老朱伯伯是客人呢。乖乖，老朱啊，今晚你睡哪儿呢？没关系，我就是沙发就好了。那
怎么可以啊？来来来，跟我来，跟我来。哎，哎，哎，军校，军校，我爸，我爸，军校，来了来了，来了，来了啦。军校，反正你跟老朱都是男人，让老朱跟你一起睡好不好？啊，不好。啊？哦，宝宝，我是说，不要麻烦俊校了。我这个人呢，可以随遇而安的。哎，有沙发我已经很满足了。你说不好什么意思啊？我不习惯两个人睡啊。不，我是说两个男人一起睡，我不习惯。那怎么办？你要老朱跟我一起睡啊？哎哎，俊校，宝宝，你们不要为了我吵架，你们肯收留我，我已经很感激了。我这样一个一无所有又无家可归的人，我还能要求什么呢？沙发对我来说，比起那些露宿街头的人，已经算是我的天堂了。老朱，老朱，你看你看，刺激他，你满意了吧？做那么绝干什么嘛？不是啊，娃娃，我是真不晓得你在度量到哪去了。哼，我你干嘛？你有毛病啊？乱丢东西。哎，对哦，有事儿哦，你是不是有什么不开心的？说出来听听嘛。哼，要是谁敢欺负我亲爱的，我绝不饶他，我一定找他算账。怎么样？怎么样？哎，真的有事儿啊？怎么了嘛？算了啦，其实说起来也没什么了，我只是觉得吧，把关系越弄越错乱了，将来太烦人了嘛。俊校啊，我刚真的很专心在听你讲话，可是我听了半天，我没听懂半句，你说什么啊？我说什么？你哥哥啊，缴不起房租，给胡太太赶出门了。有这回事啊？哈，那个死八婆怎么敢做这种事情对我老哥？哎呀，哎，我老哥也是奇怪，怎么这种事情还瞒着我不让我知道呢？哎，他人现在在哪？娃娃把他接到家里去住了。他跑娃娃家去住干什么？哎，这老家伙安的是什么心眼儿？安的是什么心眼？哼，根本就不是好心眼。说什么无家可归，他是你老哥，他本来就应该搬到你那边去住嘛。他故意装的可怜兮兮，一副很惨的样子，谁知道他干什么？一定是有企图嘛。哎呀，这下挂了。俊孝，我跟你讲啦，其实啊，我那边啊也不方便收留他了，真的啦，不行了。我不管了，走走走，你跟我走。我哥哥去哪里呀？就走走。走了，去把你老哥接到你那边去住了。我一定要把这个麻烦除掉。走。走了。有蜘蛛网，我要清一清。哎呀，要大扫除，我会请清洁工的嘛。哎呀，我吃你的，喝你的，住你的，我不尽点力，我心不安的。又说这些话了，来来来，坐下坐下，看看。哎呀，嗯，看看看看有没有怎么样去看医生啊？还好还好还好。你少沉了呢。我身子骨硬朗得很，挺得住的。真的没事。哎，不然我去拿叠大酒出来，你坐一会儿啊。好，谢谢啊，谢谢。老朱，哎呀，老朱，啊，来来来，啊，你妹妹来带你回家了。哎呀，志柔，我这，怎么了？怎么了？我刚摔了一跤。哎呀，疼啊！老朱，你慢点来呀，让你揉揉。好好好。咦，小朱，哎，俊孝，你们怎么来了？我来。哎呀，我看呢，少来这一套了啦。你唬得过娃娃，你唬不过我，你不必了啦。
军校，怎么回事嘛你？还要我证明给你们看吗？好。哎，你摔了是吧？你疼是吧？对对对。哎呀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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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不用跌打油，我就能把它治好了。你抓吧，你再抓，再抓，再抓。还好还好哟，哎呦，你看呢，演戏演得真好啊，演得连娃娃都感动了。俊孝，你今天是怎么样了？他跟你什么仇恨，有什么恨嘛？人家痛得这样子，你要这么折磨他，你跟他一定要过不去干什么嘛？我说的本来就是事实嘛，他根本就是在演戏骗取你的同情。你跟他痛得脸都揪了一块，这个表情装得出来吗？你装给我看看。俊孝啊，我跟你讲，这次是真的啦！你看我哥那个表情，哎呀，这么丑的表情，他平常是不会装出来，他很爱美的耶，你知道吗？还说呢，你明明有地方，他为什么不会到你那去住呢？为什么要跑到这边来，还假装摔跤呢？分明是有企图嘛！有什么企图？你不要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了，是我主动请他回来的，那就说我对他有企图喽。哎，你处心积虑想把我老哥赶走，你什么意思啊？你是怕我老哥阻挡了你跟娃娃是不是？哼，我看有企图的人啊是你，没有想到城府心机那么深。哎，你可别再这么乱挑拨啊，我在这住了那么久，要发生事情早就发生了，哼，也轮不到你那个胖哥哥。啊，哎，军校讲话有点分寸啊。哎，志柔。啊，志柔来。怎么样怎么样怎么了？扶老哥回去。哎呀我们不要在这里打搅人家了。哎呀哥，你看你这样，有我们走嘛。不走不行啊，总不能瘫在人家家里啊，是不是？哎呀，老朱啊，你不要走！我跟小朱跟姐妹俩的亲，我的家就是你的家，你爱住多久住多久。谁要是反对，就是跟我过不去，谁看不顺眼，请别。精彩，精彩，真精彩！明天千万不要忘了收看《妈妈吉利小叮当》。我们有颗纯真的心灵，跳动着同样的节奏，现在走着同样的道路，未来还是个未知数，让我们充满信心的胸怀去面对我们的未来，所有的困难我们一起来担当，我们的快乐一起来分享，我们的生活一起来成长，未来一起来奔放。